梦长，等下在前方一点点可以看得到。有帆船，有帆船。然后之前呢，在爱河的时候，我有看到玩那个帆船弯弯，整个人翻过去，然后倒下去翻不回来，然后再一直那个两个人一直上面爬，然后翻不起来，然后爬上去又掉下去，爬上去又掉下去。没有大人，这是小学生在玩，很厉害。爱河那边就是那时候看到，就是他们很认真的翻，翻不起来，然后最后是靠那个救生员跑去拉他们一把。天气很凉爽，刚好是可以适合出游的天气，就不会太热，只是有一点点下雨而已。好，在前面有没有看到我们刚才经过的大龟山正前方？这就是我们刚才经过的那个大龟山哈。那大龟山呢，之前它上面有很多的庙宇，很多庙宇。可是那个时候因为在战争的时候呢，它的神像就迁下来了，所以莲池潭附近有些神像是早期当初的神像迁下来了。可是它上面还保有上面的一些那个寺庙的遗迹这样子，可是就是现在就是不开放参观。也好像也现在也不能上去，还是军事用地。